欢迎您收看4月1号的早安新唐人，我是余宗翰，先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了，今天清晨北台湾低温只有14-15度，白天北部及宜花高温约17-20度，中部在22-24度，高屏则是仍有26-27度高温。明天雨势会暂缓，星期四水气将再增加，带您一起来看到国际媒体重要讯息。首先来看到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希望 Fed 立刻降息，华尔街同意。继续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乌克兰总统大选喜剧演员泽伦斯基在首轮投票中领先。接着看到大纪元时报纽约大都会版报道，哈佛大学录取结果公布，亚裔首度超过1/4，创下新高。继续看到大纪元时报台湾版报道，神韵13度来台，总统与近百政要致贺。来看到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四月开始正式启动劳动方法改革，食品物价也将上涨。来看到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两部长官被提名人出局，文在寅首次撤回提名。早安新唐人，先来关心中华民国国防部昨天表示，共军两架歼-11战机在31号星期天上午11点越过台湾海峡中线，并进入台湾西南面空域。空军增派战机紧急升空拦截后，共军飞返中线以西。中央社报道，当时共机距离台湾仍约185公里。外交部晚间也在官方推特发布推文表示，这是刻意的、鲁莽的、挑衅的行为。我们已经通知区域内的伙伴，并谴责中共行为。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昨晚表示，这是对两岸现状的公然破坏，对此中华民国政府给予强烈谴责，也提醒中共应停止危害区域和平福祉的行为，不要成为国际的麻烦制造者。美中贸易谈判进入尾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3号将赴华府磋商，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会达成一份很全面的协议。目前双方代表正逐字逐句检查协议内容，甚至传出美方要求中方对智慧财产权协议的翻译整个段落退回重写。周五美股大涨，投资人看好谈判进度。美国股市第一季表现强势亮眼，道琼工业指数累计上涨11.15%。标普500指数上涨13.07%，是2009年第三季以来新高。纳斯达克指数大涨16.49%，也创下2012年第一季以来新高。外界认为，美国股市的强劲涨幅，除了本周美国轿车平台 Lyft 上市之外，主要原因在于市场预期美中贸易即将达成协议，对第八轮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表示乐观。I think today what's driving the market a lot in addition to Lyft is optimism about US and China resolving and finally coming to some conclusions about their trade pact. 美中贸易谈判已经越来越接近最后阶段，双方代表正在逐字逐句详细检查协议内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们将会有一份很棒的协议，不仅全面而且详细，而且能够指出美中多年来的贸易问题。But it is a very comprehensive, very detailed, enlisting of problems that we've had with China over the years, and it's going to have to be a great deal. If it's not a great deal, we can't do it. 目前传出，美方对于中方智慧财产权协议的翻译不满意，已经将整个段落全部退回重写。金融时报还报道说，美国谈判团队要求北京放松对美国云计算和其他高科技服务公司的限制，并放宽数据流越境的管制。中方为此提出了一个初步方案，但遭美方拒绝后已撤回。云端市场涉及中共关键的防火墙和讯息审查。目前，苹果的 iCloud 在贵州的云端资讯中心、甲骨文公司的大数据中心和亚马逊的云端计算设备在中国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如果中方依然坚持对云端资讯的审查，就无法真正完全开放云端市场。中方代表刘鹤下周将在美国继续协商。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科德洛在面对媒体访问时也一再强调，如总统所言，我们必须谈成对美国有益的协议，这不取决于时间，而是取决于政策和执行。新唐人亚太电视江子阳编译。再来关心日皇明仁这个月30号就要退位，日本民众也要告别使用31年的平成年号。日本政府今天台北时间上午10点将公布新年号。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台湾驻日代表处已接获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通知，日方今天会同步通知台湾日本新年号。日本的年号至今都是出于中国古典。中央社报道，日本取年号有6大要件，包括符合国民心中理想的好词、汉字两字、
易写易读未用过非通俗语，也要考虑年号的英文首字母。皇太子德仁将在5月1日即位新日皇。苹果罕见的公开撤回原先发表要上市的产品，29日宣布取消推出无线充电版 AirPower， 并且道歉。AirPower 是在苹果2017年9月发表 iPhone X 时同时发布，但迟迟没有上市。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和欧洲产官学界已经把眼光投向后 5G 时代，决定携手合作 6G 研发。由日本早稻田大学和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研究人员、日本 NEC、德国电信等领军，并由日欧官方赞助，希望在2030年全面启用，以因应中共在 5G 领域的野心。中国华映科技控告中华映管与大鸿公司求偿人民币19.14亿元，大约新台币87.9亿元一案，将于5月22日开庭审理。大鸿公司表示将委任律师处理。经济部投资台湾事务所核准德力实业、和大工业、台中金机、银广科技、半导体相关业者以及工具机设备制造商6个投资案，6案投资金额总计约新台币340亿元，新增超过1500个本国就业机会。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好，美方谈判策略奏效，中方近日不断显示出让步信号。中国国务院周日表示，4月1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会继续停止加征报复性关税。再来关心2020总统大选动态，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宁可输掉这场初选都不可能伤害总统蔡英文。而蔡英文周六出席活动时表示，他不怕受伤，团结才会赢。本土社团领袖今天也透露他们的想法。历史上，民进党在总统大选团结就会赢，不团结就会输。我们一起看，能赶快，没有例外。蔡英文出席台湾关系法40周年与台湾旅行法周年纪念参会，台上这些讲话被认为针对党内总统初选，回应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改革会遇到什么样的压力，我们都可以承担。蔡英文不怕受伤，但是台湾的主管是不能受伤的。台湾需要一个最强的组合，继续带领台湾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副总统陈建仁前一天宣布不再与蔡英文搭档角逐下届正副总统，期盼团结推出最强组合，让外界解读为是替蔡赖配预留空间。而民进党内部的声音是，我支持提名的人啊，但是在初选我就支持蔡英文总统，但是谁出现我们就支持谁。在本土社团内底吼，个别的意见呢吼，是拢讲吼，赖清德吼，差不多高下以上安尼。即互相拢有一挂即个变化咧发生，所以无到我四月，咱唔知影结果是安怎。接下来2个礼拜的时间将是蔡赖配是否能成局的关键期。民进党主席卓荣泰证实，5人协调小组已经集体与赖清德谈过，部分协调小组成员则是个别与蔡总统谈过。不过何时蔡跟赖一起谈，要看双方的时间安排。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伟、赵廷玉台湾台北采访报道。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周日回到新北万里故乡举办第3场签书会。赖清德在致辞时表示，中共已经公开明定出要统一台湾的目标，他出来参选是为了捍卫台湾的安全。民进党这个时候更应该超越个人，超越派系，完全为了国家。中共已经开始到统一台湾的这个时间。第二呢，就是九二共识并无一中国标的空间，就敢若一条路通行尔，就是一国两制。前行政院长赖清德31日回到故乡万里，举办第3场新书签书会，受到乡亲热烈欢迎。赖清德在致辞时表示，大家几百年来在台湾这片土地成长，都希望能自己当家做主。他出来参选是为了捍卫台湾的安全。我希望利用这一场民进党的总统初选，来进行选举文化的提升，也就是进行一场君子之争。民进党这个时候更应该如此，超越个人，超越派系，完全是为了国家。
而高雄市长韩国瑜三十日晚间在脸书发文表示，这四年要全力为高雄拼经济，给高雄市民过好日子，让外界解读他将不再角逐2020总统大位。对此，赖清德则是认为，这看起来并不是韩国瑜针对要不要参选2020所答复的。韩国瑜市长是不是不再参选2020的总统？那这一部分呢，恐怕要韩市长亲自出来跟社会大众说明，才有办法了解。那当然，我个人是期待能够跟韩市长来一场君子之争啊。媒体也问到赖清德，未来有没有可能与台北市长柯文哲重启白绿合作？赖清德认为，这都还言之过早。另外，赖清德也在致辞时表示，他是万里的劳工家庭出身，未来有机会，一定会改善农渔民基层劳工的生活，让大家过得更好。新唐联台电视胡宗汉、黄立峰，台湾新北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被问到他在北农时期与中国签订采购梨山及阿里山茶一万盒的 MOU， 后来实际只卖了700盒，却说原因是台湾茶叶混茶及农药残留问题，让大阿里山茶区的一些茶农和产区农会总干事听了相当愤怒。31号上午到嘉义县政府聚集，由嘉义县长翁章良、立委陈明文陪同召开记者会，严正抗议，要求韩国瑜道歉。茶农火大了，韩国瑜市长道歉。到底是跟谁买，在什么地方买？当初你在出口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有负起产品供应者的责任，要求供应你的厂商提出无农药残留的证明？所以我想，韩国瑜市长不能够把茶叶或是农产品到其他国家以后，到最后出问题，全部推给所有的农民。咱的茶那送出来，送伊检验那无过，伊所有的茶拢一定爱销毁掉。而且我要要求讲伊甲虾米人买，啊，伊会当公布，吼，会当公布，因为伊安尼啊，轻轻一句话，深深影响着咱所有啊一挂大阿里山地区的这茶农的一挂生计问题。针对阿里山茶居茶农的指控，高雄市政府回应说，韩国瑜在北农期间经历的个案完全与茶农无关，是经销商供货和试喝品品质不一，所以高雄现在不经过中盘，直接向农民采购。The pulse of the city, it's like a heartbeat that never stops. In this vortex, what's important is stability. No matter what shocks life delivers, it's a bumpy road.And on a bumpy road, you need a steady ride. Everyone has that little something that keeps them steady. Stability. It's an art. It's a science. 台湾野莲酸纯粹保湿嫩白系列，天然精粹，野莲多生态原液，富含高量杨梅黄酮青春元素。复活修复肌肤，重返青春弹韧，独特微分子生态渗透基底，长效保湿，锁水弹韧，打造清爽透亮自然美肌。全新台湾野莲系列，原森活。一、二、三，快、稳、准。诚进科技掌握重复定位 RMUM 的精密度，是台湾制造定位制夹具的尖端开发先锋。目前全世界只有4个国家生产此定位夹具，唯有诚进能够成功相融其他各国产品，并拥有自行研发先进人员。台湾之光夹具首选诚进科技。这瓶有机酱油加了顶级黑豆、甘露泉水、澳洲海盐、美国、欧盟 CAS 有机验证，什么都加，就是不加化学。喜乐之泉，让身体微笑的好味道。欢迎回来。香港政府不顾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强推修订引渡条例，向大陆移交逃犯。泛民主派与民政星期天发起大游行抗议，游行人士不信中共司法制度，要求当局撤回修订。主办方宣布有1.2万人游行，请看我们香港记者的报道。
游行下午3:15由港岛区湾仔休顿球场出发，游行至政府总部。主办方指，今次游行是为了反对修订引渡条例，要求撤回修订，强调港人不信中共司法制度。我哋亦都冇任何嘅信心，我哋嘅律政司，我哋由中共委任即系钦点嘅特首，系会为咗香港人嘅人权，系去同中共say no，所以我哋系一定会坚决反对呢一个嘅引渡条例嘅修订。大会邀请陈日军书记等人一起领头，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批评逃犯条例修订是一条恶法。大陆系无法无天嘅，你冇犯罪，佢都话你犯罪。咁如果你带咗翻去大陆咧？乜嘢罪你都要認啦，咁點搞啫？所以比23條更加惡就咁解。遊行中有老有少，有不少市民帶同自制標語表達不滿，指中共出於恐懼在港製造白色恐怖。肯定是啦，即係個政權嘅恐懼啦，即係所以佢個維穩費咧仲高過軍費啦，即係佢係對於反而佢最驚嘅其實係係依個人民啊，即係佢嗰個嘅即係管治好多問題啦，佢反而佢驚人民即係即係一個嘅作反啊、反對啊咁樣咯，所以佢要咁多嘅維穩費啦，佢咁多嘅即係嚴刑峻法嘅控制，即係喺當中。所以其實真正恐懼嘅唔係人民咯，係政權啊。佢因為每一日佢嘅工作就係與民為敵，當佢製造嘅敵人越多嘅時候，佢嘅恐懼咪會越大咯，所以佢就越需要用透過一啲條例去保護自己咯。遊行隊伍的龍頭約下午4點抵達終點政府總部，跟着集會。民陣宣布有12000人參加遊行。民陣召集人岑子杰表示，草案將在本周三提交立法會進行首讀，將發起港人包圍立法會抗議。新唐人記者林秀怡在香港報道。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市长赫瑞普因为表态要废除跟北京的姐妹市协定中的一中条款，受到许多台湾民众支持与欢迎。周六，总统蔡英文亲自接见赫瑞普，还告诉他说，台湾是他的第二个家，欢迎他随时再来访。而赫瑞普在脸书上强调，人权比熊猫外交重要，并透露会与台湾有更多合作。总统蔡英文亲自接见捷克布拉格市长赫瑞普，被许多台湾网友称作帅哥市长的赫瑞普曾经公开表态，人权比熊猫还重要，还有反对布拉格与北京缔结姐妹市协定中的一中条款，更不避讳表达自己挺民主台湾的立场。除了感谢市长的支持呢，我也要在这里强调，拒绝九二共识、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是台湾人的声音。那我也认为各国城市交流不应该片面设置政治的前提，应该让城市间的交流回归常态，来促进人民的交往跟福祉。I think that it was somewhat a mistake of our political predecessors that allowed the Beijing side to drag them into this complicated matter.And I believe this article has actually absolutely no place in sisterhood cities agreement, so we would like to leave it out. The negotiations are still ongoing. 赫瑞普的脸书受到大量台湾粉丝关注，他刊出接受新唐人电视台与中央社采访的照片，表示台湾是捷克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他说，我们希望与台北建立更密集的合作关系。医生出身的赫瑞普反对中共抢摘器官的暴行。I have to say that as a studied physician, it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for me, this forced organ harvestment. This is a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topic and, The respons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be very strong to this. 台湾是你的第二个家，欢迎你随时再来访。总统期待台湾跟捷克双方的关系能够持续深化发展。37岁的赫瑞普，14年前就读医学院的时候，曾经到台湾的长庚医院实习一个月。时隔14年再度访台，赫瑞普称赞台湾的精神依旧没变。新唐人亚太电视赵廷玉、张东旭，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再来看到中共国有控股的海康威视是生产监控设备的企业，过去因为夹带共军力量，中共补贴用低价不公平竞争，曾让台湾安控产业难以生存。但近日海康威视遭遇多家美国大型基金公司撤股，原因是在中共大规模迫害新疆行动中，海康威视扮演了重要角色，可能还将面临美国政府制裁。总部位于杭州的海康威视是全球最大的视频监控设备生产商。不过，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最近几个月，富达新兴市场基金等多家美国大型的基金公司已纷纷将其持有的海康威视股票平仓。我想，华尔街嗅到了一些信息，中共经济可行出现，尤其像海康威视跟那个华为一样，基本上成了中共监控人民，甚至把这种监控延伸到中国之外，基本上成为一种老鼠过街这个局面。必须持有它的一些大量股票，并不是个明智的做法。海康威视与另一家中国监控设备大厂大华，自2016年来已在新疆获得78亿元人民币的监控项目合同，包括为当地的大型所谓在教育营以及数百座清真寺安装摄像头，用于消灭维吾尔人的宗教和民族身份认同。美国国会2019年国防预算法案已经禁止美国政府部门使用海康威视和大华的设备。These companies are puppe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we ought to deny them access to Western markets. 据英国《金融时报》去年11月报道，美国政府还在考虑禁止美国企业向海康威视出口芯片等设备和服务，以惩罚其侵犯人权的恶行。一旦实现，海康威视的生产能力可能遭遇重创。Additionally, we must stop our own companies from helping China build this new evil empire.海康威视2001年在中共公安部的扶植下成立，中共官方持有该公司42%的股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已经敦促川普政府采取更严厉的立场，严格审视在美国资本市场运营的中国公司，应当要求他们披露与中共安全机构的关系及其侵犯人权的状况，以便投资者和获益者了解这些企业的声誉和估值重大风险。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哇，风景好美呀、啊、可惜老陈今年无法同行，老林要住院观察，老王两口子有吃不完的药，老张唉，感谢一路上有你选择完整的爱守护我，添加钙质及多种营养素让我维持健康增强体力，就像家人一样爱着你，初乳国际。车库顶级美车工艺，划时代超净光软性保护剂，有效隔离污染，源自日本创新工法二氧化矽镀膜，独家配方，业界指标，玻璃镀膜保障行车安全，迅速排水，还您清晰视野。车库用心，让您的爱车焕然一新。时尚宁静，精品卫浴，合意敬畏美学，多样造型宁静，各式卫材精品，尽在合意。后影。2019基隆屿国际基调赛正式开始。拥有火山岛礁的独特地形，磅礴壮丽基隆屿，体验制度完整的热血极限基调，各路钓手技术交流，比参加的国际盛事，一起珍爱海洋，环境保护，畅游基隆。基隆海洋城市魅力，国际基调等你来挑战。太阳能智慧储能多功能系统，全方位供电应用设备，户外照明，电力供给，环境监控， IoT 远端无线控制，经济实惠，绿色能源，智慧储能，经济能源，
Avin。欢迎回来，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这个星期即将带着年度全新大戏抵达台湾巡回演出，包括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等97位中央及地方政府首长与各级政要纷纷发出贺词，欢迎神韵第13度来台演出。神韵这次将在台湾六大城市演出，20位地方首长贺词欢迎礼赞神韵，包括六大直辖市长的台北市长柯文哲、新北市长侯友宜、桃园市长郑文灿、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南市长黄伟哲与高雄市长韩国瑜，以及14位县市首长。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韩国青州站的演出落幕落下帷幕，延续韩国观众的感动。这个星期三，神韵世界艺术团将莅临台湾高雄。전체적인느낌이아주환상적이었고요잠시신선이된그런느낌을받았어요음악은정말서양음악인데그리고무용수들의그의상이나무용은고정적인고전적이잖아요근데그게같이어우러져서어떻게그런작품이나오는지정말신기했습니다무용수들이무용을하는그선들이너무곱고아름다우면서도굉장히그파워풀한무용이굉장히그생각보다좋았어요하늘거리면서도마치천상에서내려온선녀들이그런그움직이는듯한동작들이다들눈을황홀하게해줬어요很多观众表示，神韵交响乐团的音乐和舞蹈演员的动作协调一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异口同声表示，神韵演出不容错过。아중국의문화와중국의지금현재일어나는것들에대해서좀다채롭게관람할수있는공연이아닌가대표적인공연이아닌가라는생각이들었고요네중국문화를알고싶으면이공연을추천드린다고말하고싶습니다색채라든가그러니까색상이갖고있는아주전통적인중국의전통성과현대성과관객들하고의관계그다음에그런것들이동적으로또잘어우러져서몰입도라든가집중도이런것들이굉장히수준높게연출이됐다라고하는생각이들어서안왔으면후회할뻔했어요문화는아까말씀드린인종과언어종교모든것들을초월해서소통할수있는관통할수있는가장중요한가치다그러니까당신들이리더가되려면은이런공연을와서많이봐라神韵世界艺术团31日结束了在韩国的演出后将移师台湾高雄新唐人记者朴哉显韩国青州报道接着看到今天4月1号星期一有哪些重要活动首先是汽油涨 0.2 元柴油降 0.1 元再来是蔡总统主持国军重要高阶干部授勋接着看到中经院公布2019年3月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最后是林之诚任台湾大总座接着带你来看到4月1号的天气预报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感谢您的收看，再会。